CCTV 2014我要上春晚美国专场华盛顿地区的复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下面我们的法律顾问黄瑞礼先生将和加州新时代卫视我要上春晚美国赛区总导演何耀先生及观众代表秦真真会计师以及两位晋级公证人汇总评委们的评选结果。下面将进行颁奖典礼，请全体参赛演员和评委上台。首先我们有请今晚的我要上春晚组委会总监李静芳，复赛艺术总监张大伟老师及本次大赛华府赛区的总策划苟蕊女士，以及评委白海波老师、彭宇老师、沈俊英老师以及赵露群老师，为晋级复赛的演员颁发晋级证书。小品《老妈弹琴》
学。没错。阿拉伯舞蹈。女生独唱，外国性格舞，西班牙舞蹈。小朋友们大人们不停的努力之下，
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啊，我希望今天能够选出来能够代表华府地区真正的到这个中央电视台为我们的华府所有的人争取我们最大的光荣，谢谢你们。我要特别谢这次，我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张老师，张大伟老师，他是我们这次的艺术总监。那还有一个董蕊女士，有我们三个人，我们组成的组委会，让这次的在这么短的期间里面，能够把这一群这么优秀的孩子们聚集起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哇，真的是难产的，我这个是因为太难评了。我想我们这个评委们在里面，他们伤透脑筋。今天的所有的节目，我真的觉得在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机会下啊，大家一起啊，我祝福他们。经过他们的努力，我想能够站在这个台上就是胜利，不一定要到加州去。其他的，我谢谢大家能够今天能够在这里把这场完美的晚会完成啊。我希望明年我们报纸还有这个荣幸，继续有这个勇气把这个我要上春晚继续下去。支持和热烈的捧场。那个刚才呢，我到后面去转了一圈，那个评委还在评，但是告诉你们，我们那个加州来的评委主席说了，他说这个节目是我一路看下来，你们这台节目是最精彩的。所以呢，原来呢，我们是从我们这台节目里面是选两个节目参加加州的大赛，现在呢，他们那个加州来的那个评委主席和那个评委公正，现在决定要多给我们两个名额。我们这次我们不在我们华盛顿地区，我们可以有四个节目去加州决赛。所以现在我好难过，怎么办？还有两个都只能晚一步再发了。那大家，所以我这个是即兴上场的，所以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好吧？那下面呢，我们那个精彩时刻马上就到了，到底是哪四个节目可以去加州参加决赛呢？大家拭目以待，稍等。我要上春晚美国专场华盛顿赛区复赛评比结果已经出来了。下面我们有请华盛顿赛区总监李静芳女士和 CCTV 我要上春晚2014美国节目选拔总策划总导演美国新时代卫视副台长何耀先生，以及美国华盛顿华府新闻日报社长黄瑞礼先生宣布晋级决赛的节目。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代表美国新时代传媒集团、美国新时代卫视，向成功举办这次美国 CCTV 我要上春晚华盛顿地区的分选区的决选
取得圆满成功，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夜星光灿烂，今夜精彩不断，今天的演出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我们的演员们为这次选拔付出了汗水与辛苦，我们的老师们也是如此，所以在这里我们向演员们，向各位老师们，还有主办这次活动的华府新闻日报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跟大家讲的非常遗憾，就是说这次名额有限，我们不能让众多精彩的节目一起到洛杉矶参加总决选，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增加两个名额给大家。另外在后续我们还要有一些大型的演出活动，请我们的演员们再一次在舞台上展现他们精彩的演出，请大家放心。那么现在我宣布进入洛杉矶总决选的四名选手的名字啊，节目的名单，他们是13号舞蹈孔雀舞，小品老妈太监，还有一个节目就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是17号古与舞。我们的歌唱家们表演得很精彩啊，他们的水平也很高，但是因为名额有限，所以经过评委们的这个评选，我们选拔了20号女生独唱《祖国我的最爱》。美国专场华盛顿赛区复赛晚会颁奖结束，请所有演员、组委会、评委以及义工，上台合影。
茄子，太高了。